青春的面容，上水的理想。伊只那海鹰，伊只那海鹰，永远是心坎里。不公不义，关心咱的土地，咱的台湾。欢迎收听《一边一国爱台湾》。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乡亲士大，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希望来讲出台湾人咱的基层真正的心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每一天在空中七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服务。咱做伙空中结缘，做伙来开讲，关心咱的土地，关心咱的人民，关心咱的国家，咱共同的母亲。咱的台湾，那对于拜一到拜六，每一天的中昼时啊，十二点到一点，也就是现主持地中咧主播的这个时段。咱的好朋友，那是住伫云林、嘉义、台南、云嘉南地区，也是伫中部的这个彰化、甲南投以上这些区域，麻烦你都会当加收听到咱的基南电台、基南广播电台，是 FM 的106.5。FM 的台106.5，来听咱的一边一国，和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吼，以上这些县市、这些地区，或者是乡亲士大，多多加利用指南电台，吼，有那中功率的台，迄个信号真清楚，也真方便，加收听 FM 的106.5、106.5，同款是中昼时十二点到一点这个时间。那是咱住伫大台北地区哦，台北市佮加新北市，即卖住选情上闹热的所在。大台北的乡亲是住佮听中华台，中华台是 AM 的台，周率是1026 AM 的1026。住中昼时啊，咱一边咧用餐、食中昼顿、休中昼休困的时阵，乡亲是住若无去嫌，拢佮听中华台 AM 1026。
人伫中伫空中交流开讲。若是即个时间到下晡时黄昏的时阵，大约下班时间五点到六点，是伫咱的南台湾南部地区，高雄甲屏东，屏东甲高雄，拢甲听主人电台。主人台即同款是由台湾意识的本土台 FM 的台96.9。FM 的台96.9，咱的主人电台，台湾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拢做伙甲听主人台哦。咱这个吼，伫空中人地中做伙来探讨哦，来这个拍拼台湾未来。那是暗时啊，暗头啊，七点到八点，是伫台南地区，地中我的故乡哦，咱的台南地区听詹文客。当然，日时的这个。暨南电台，我来当听台南地区，但是詹文客是台南在地发声吼，是上焦文呐。大台南是不止啊大吼，对即个海线到山区吼，非常大的范围。那要听焦文，就是听咱在地詹文客。詹文客电台老牌子的民主台，免加介绍。台南的乡亲是大非常熟悉，我爱听伊的节目。同款是 FM 的89.9 FM 的。89.9 吼，是咱的詹文客。从咱暗顿吃煞开始收听，七点听到八点，来个刷落看八点档看戏出的吼，也是看这个政论节目。民视的彭文正、彭丕教授的主持，是这个新台湾加油，看咱的小军姐的主持吼，三立的台，两个节目在中都捌去上过吼，我那是做伙关心台湾未来。所以用真是大，咱一边一个爱台湾是每一工拍拼的放松，对早时到中昼，下晡到暗时，任何一分钟咱无休困的，任何一秒钟咱嘛无放弃来宣传。你个放台天，你个放假，咱同款的空中的广播，理由足简单，咱一定要甲台湾主流民意的心声，台湾主体路线，哦，咱的拍拼甲坚持，大声甲讲出来。不只要讲哦，全台湾2350万人民了解，嘛要讲哦，全世界听，和国际社会拢会当了解。台湾人要追求当家做主，咱的决心，甲咱的这个行动，家己的国家，家己救，家己的这个声音，家己发声。台湾的国家路靠咱家己打拼，政府即卖无法度做，吼，无得搞顾虑，民间先来担当。民间来杀政府来做，吼、哦！民间做火车头，做这个拍头阵的先锋部队，啊来杀这个政府去做。无得甲民间到一个气候了，有一个这个力量在遐的时阵，政府就会出来锻炼嘛，不一定哦。所以用尽时段，多谢你逐天来收听咱的节目。除了甲地中看甲指导，甲一边一个破白小天，我那是共同拍拼，吼、哦，陪伴你的生活。让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为着台湾的国家正常化，吼、哦，咱做回来，这个一起努力。来，今仔是咱吼讲新历，到2018年7月11日，吼、哦，2018年7月11日，吼、哦，今仔这个多像北部为关区，吼、哦，啊是迄个风台架啦，吼、哦，台风架，吼、哦，啊当然离咱这个广播台南。高雄这个所在吼，南台湾是目前是较正常吼，正常。风台那时候较偏北移吼，所以对台湾的迄个影响是会降低。来，今仔是2018年7月11日，拍摄礼拜三的时间，那算古历是到5月28日。到今仔为止，咱大家所关心，陈总统弊案的平反，政治案件的平反，都啊足足3528天，3500天超过，佮加上28天。重点是，虽然讲需要改革，虽然讲即摆法务部长也要换人做啊，吼、哦、啊，但是到底对着你啊，即、這个马英九咧执政这八年，吼、哦，利用司法的工具对着绿营的即、這个除了阿扁总统在内以外的吼、哦，其他这些政治人物的迫害，什么时阵有法度平反？公道什么时阵会当平反？我拢会当洗清，真相会当大变。吼、哦，这是咱。基层的乡镇时代，大家要问的问题，吼。虽然司法讲要改革，虽然法务部长讲要换人，吼，要有新的人做，要有新的气象，要来啊，讲这个啊，邱泰山因为这个部门做了不好，要落台，结果落台，佮走去总统府做副秘书长，吼，佮对立这个小英总统身躯边，啊，这嘛
这想起来也是怪怪的吼。3528天，平凡之路顶冠，咱互相加油，互相鼓励。来，今仔的节目马上要开始进行。同款，咱的口音电话12:30到1:00来开放吼，台湾时间。啊，咱的听众朋友，你即卖对网络，咱的脸书粉丝专页当看直播，你个人伫海外买当看直播。而是透过咱的手机的 App， 吼、哦，咱的这个一边一国联播网来个下载，佮人伫日本、伫美国、伫欧洲、伫澳洲、伫各所在，除了中国禁止以外，拢会当看咱的节目、听咱的节目。但是咱的口音时间固定，以着台湾的时间为准，吼、哦，台湾时间中昼是12:30到1:00，安尼才袂乱去。口音的热线地中申报：07761-8018，07761-8018吼，安尼即个大家较好来做准备，若要考的即个朋友，来，即摆咱先听主题歌啊，等者马上倒来现场，啉一水，第一滚一个就好哦。即摆毋通转台，精彩内容、详细的消息吼，拢伫后壁一甲大家报告，谢谢。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来，多谢咱的空中的朋友，吼、哦、啊！以及咱即卖看脸书直播的，即网络上的朋友啊，咱今仔首先来关心风台的消息。这个风台已经差不多离开台湾，吼、哦！我较多啊，伫这个广播进行看详细啊气象局的这个详细消息，应该是今仔这个中昼或者是即卖这个时阵，就会当解读这个风台警报，吼、哦、啊，所以。远离台湾吼、哦，啊，我嘛问北部这边的朋友吼、哦，应该风雨的情形是过伫一个限度之内吼、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吼，风台对咱影响是降低，啊，伫中南部应该拢还好吼、哦，但是这个为着风台假的问题，即处那是过伫安尼吵吵闹闹吵成一团啦、啊，因为本家是讲这个北北基吼、哦，就是讲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因为这顶有是一个。大生活区啦，吼、哦，真侪咱的啊市民是讲，比如讲在新北、在基隆啊上班公司啊来伫这个台北市，所以这等于是通勤嘛。啊，所以你若讲北北基吼、哦，这几个区域，甚至嘛有在桃园啊来台北市咧上班咧，来新北市上班，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大生活圈。你要放假无要放假，上好是同步啦。所以本家是讲北北基。哦，这几个首长大家讲好，看是啊符合标准啊，要放假无要放假，实在台湾这个风台假的问题差足久啊。好、哦、啊，当然啊，发生过讲啊，讲要台风假啊，叫尾啊，怎啊无风无雨，甚至个出这个大太阳的，是啊，真讽刺。即讲啊，大家去社保的公司啦，看电影院，
哦啊，当然这，这个雇主哀哀叫你，讲啊啊，这个放台风假啊，煞怎啊？要生产的无多生产，该办公的吼，啊，搁延误一天等等。哦，当然这各有立场，各有立场。啊，你讲徛伫市长、县长立场，做派评估，有当时啊，气象局的资料讲，哦啊，风到几级，雨到几级，啊，这都拢符合着放假的标准。啊，这头什么话人讲啊？科学的证据，啊，就宣布放假。未话啊，放假了，全部是无风又无雨啦。你讲这敢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呢，因为这种的气象是预报。哦，啊，你若无真正发生，你像这个风台，伊本来讲什么路线，啊，尾下都唔知安怎转去向较北边去。哦，啊，这一个偏差落了，对台湾影响就减足济。啊，但是反过来讲，你若讲伊的路线是向南，对着台湾是更加吼，规个直扑而来的时阵，啊，是不是对台湾影响是搁较严重？这嘛是本来无法度预料呢，就可能变化是一分钟、一秒钟的变化。这大自然，这不是咱吼、哦，你讲即卖啊，这个哦，现代这个科技进步，嘛不是百分之百都有测嘛。虽然讲是预报呢，只是当要求伊的准确性较悬，啊是讲啊较低较悬安尼。所以这个行政首长也歹做，啊，即卖发生讲北北基不同步，新北市。昨暝九点就讲伊要放台风假，啊，当然今仔日嘉南市长林佑昌市长也出来讲清楚，咱全台湾原来真相大白，讲因为朱立伦吼，朱立伦讲人伫国外赶袂转来，啊，所以想讲归去怎，大家放假，互大家欢喜，时到那万不的风台安怎吼，较袂甲困，较袂甲骂，过去都有这个风台，吼啊，首长人伫外国，尾也造成灾情的吼。啊，怎啊？这个啊，去用美甲臭头的嘛有哩啊，所以新北市代理讲伊要放假，伊无管台北市甲家人。台北市长柯文哲、家人市长林佑昌就会讲，这个恐惊是无需要到放假的标准哦啊，所以基隆、台北市是不放假哦啊，代志就大条啊啊，出这是在新北、台北市上班呢啊，这要怎处理啊？住家人啊，台北市上班，住的所在无放假，啊，上班的所在讲放假，哦，这就吵吵闹闹啊啦。当然，你照即卖即个有规定，哦，你若是住的所在、上班的所在，只要有一个所在是宣布放台风假，你是劳工，吼、哦，即、这个啊会当有即个权讲，我毋免去上班。啊，即、这个你雇主袂当甲人扣伊个特休啦，要甲人去做扣钱啦，还是讲去要求其他？哦，啊，你同话单位讲无法度，阮即个爱赶出货，爱赶工诶，啊爱来，啊爱来是毋是另外你去加班咧算啦？啊，是讲其他的方式来补贴，互、哦、你安全无问题经营下。哦，像即个今仔日虽然是讲台风假，但是风雨的经营还好，啊，所以来上班其实是安全，应该是 OK。好、哦、啊，这个情形下来是不是老主要怎讲？好、哦，这个其实未来若要较明确化的、就是讲，第一，台风假要不要放，这个是定一个清楚的标准，和所有这些首长会依循，好、哦，和所有这些公部门、私部门会当依循，安尼也较好，减少这些争议啦，吼、哦，啊，无话人讲爱要放，无爱放啊，话人讲啊，这个台风假是因为选举要到啊。啊，为着要讨好选民啊，说放假啊，为讲好我这个无放假，说我是这个哦，非常神预测神准呢。啊，为当神准嘛是卡扯呢，为当时啊是神准，为当不准呐、啊，这出歹讲啦。说规矩法律定好清楚制度化。啊，你讲啊，这个台风假，为人讲还算无薪假，为人讲啊有薪假，为人讲啊这个袂当用特休去共补，还是讲？雇主头家袂当要求讲台风假就爱来，吼、哦，还是安怎？这差不多一个风台假会当产生差一百个问题啦。规矩拢甲定好清楚。你像日本，你像你欧美是无风台假呢？吼、哦，因无讲哦，市长来决定风台假无这代志。伫每一个单位你来决定。你若讲风雨是大家讲，哦，火车无开啊，这种的你讲高铁无开啊。公车啦，你车辆都开出来就危险嘛？你要来要求讲大家来上班、来上课，你更加唔免讲个嘛。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你就应该让你的员工是不是稍微撇一下，啊，你待在家里较安全啊，这嘛是安全第一啦，这种是安全问题呢。所以欧美国家日本人是带你弹性处理，哦，啊，你若讲啊，因为风台，哦，啊，地处着讲规个讲大塞车，啊，是讲规个大，这个停驶啦，大宕机啦。小张台北市无台北是讲四点要开始放台风假，啊，无你卖嘛早时，无下晡，你做四点开始的，所以讲几百万人拢是准时四点要下班，哦，伊规个捷运站是客家袂输个高压的。安尼讲有较好，用真时段安尼讲有较好。啊，所以你这个外国的做法是讲，我政府我无同意讲台风假不台风假，你各单位自己处理。你若该危险，你就大家拢卖来。哦，你这个主管自己处理。哦，你每一个员工伊的这个通勤的方式、通勤的时间状态不同嘛。有的人伊就很。做很多来啊，啊，有的人要得到公司多人，他楼卡尔啊，他有差咧，可能雨伞嘛免寄就到公司啊，啊，所以这套台风假的问题，啊，有的是讲啊，我这延误去，普通时啊可能呐，这个九点上班，要超过八点钟就爱扣钱啊呢，啊，今仔因为风台，可能晚三点钟嘛无要紧啊，因为是特殊状况嘛，所以这有的当时啊人，伊哩讲伊哩小伊的问题同款，勒计划的问题同款。政府免管较济，你这市长加叫骂尔嘛，实在市长也歹做呢。你像今仔这经营，老实讲，用真时代是要放唔放啦？那你上简单的是讲，啊，你一堆拢放假，我管台你有放有好无？你都大家拢放假，吼，咱大家拢欢喜啊，小确幸啊，生活啊，这个工课才辛苦，大家透早的出门，透暗才下班的搁加班。安尼来一天台风假，吼、哦，偌轻松的安尼，佮无风无雨，安尼唔是多好，出去安尼佮老老细细的吼，招、哦、朋友过来食一个下午茶。啊，你若市长是要做工，啊，就甲大家讨好的，啊，就大家拢放假，只要风台来拢放假。台风真是多相对，咱来去想着讲，咱即摆是爱拼咱的经济吼、哦。你想讲一个员工一放假是一大滴的代志，可能就忙在家处理啦，吼、哦，也许还好。全台湾放假一天，你包括像高市等等，迄今仔是台北市有上班啦，所以无高市无停，所有的经济活动是停止呢，所有规个台湾的经济活动是停止呢。你迄个算起来的时阵，迄是天文数字的损失咯。对着规个咱的经济活动，对着咱的工商业，迄种的经济损失，迄是无法度估计的哦。哦，你唔通小看讲一天的风台假，一天的台风假，当然啦，徛你安全，这咱无话讲安全第一。但是就是讲过去真侪经营，唔知是咱的气象局预报无准，还是咱的标准较松，还是安怎，我也搞不清楚啦吼。恰恰就是讲宣布放假了，哇啊，真的太热放假，普通时啊，落大雨落比啊较大个，你前早两礼拜高雄市早逐天落大雨啊。迄种的雨势吼，好大雨，就比今仔日这里台北市雨较大个啦。啊，那安尼的时阵太，迄当时高雄市无要放假，迄雨落假是用倒的，量真是大。你中日高雄十档，我毋捌看过遐大个雨呢。啊，太无放假。你若讲安尼安全问题，莫放假呢？开车吼，迄是伊个挡风玻璃看袂到头前呢，全部拢雨哩。你雨刷都刷袂糊啊，你搁安尼刷的全部拢雨啊，迄亲像用倒的哩。啊、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制度化？啊，无你就是像欧美、日本安尼，你受管，或者系雇主单位来去处理啦。哦，所以这种安尼减少真侪纷争，吼、哦，实在咱啊、台湾社会，咱大家时间精神卖浪费在这顶管吼。来，这个上台教地中先发表一下，等一下来甲大家报告吼、哦。马英九起诉这件，实在啊足够紧时间，是调更加紧的少。张大宏台，今仔宏台，拄啊宣布马英九起诉。我看即个所有即个电子媒体也无人咧报马英九这条啦。拄啊，你讲你个平面的报纸，今仔是头条个咧报，吼、哦，主要是报啦，别报我唔知影。伊在通白可能也无咧报，无得搞拄啊坑里迄个上下底吧，拄啊咧一小块安尼甲报一下做交代。所有即个电子媒体我甲看，吼、哦，我甲准准的吼，逐代拢甲准。才报洪台的，报什么这个消息的吼？啊，报车祸的，报啥？
无人咧报马英九这条呢。目前是多少时间是特选的，所以今天我特别伫我的脸书吼，伫咱的这个粉丝专页也好，我特地这个个人的脸书啊问，我讲马英九叫起诉是第一道哦，过去有特别会叫起诉，市长的特别会起诉是做早、哦。结果拖到尾啊，最高法院是要脱身去呢。大水口理论啦，宋朝公使钱啦，米亚巴的什么的绝交全部弄出来，最后是马英九无做决定呢。伊当时起诉，佮宣布要选总统。啊，你这个泄密案不是起诉，嘛是北检的办呢。结果你一审嘛是叫脱身，即卖是到二审高等法院呢。用尽时代，所以你讲三中案、三中案、三中案，即卖当然。北检起诉，讲来求党刑，到法院了，台湾的法官你有信心无？我再次伫脸书叫大家来发表意见吼，请教大家意见，吼，讲一号的是有信心，啊，二号没信心，从角度甲看，操拢二号较济。对着这些法官，对着台湾的法院无信心啦，因为马英九进前脱罪案例太济，明明的是罪证确凿，明明是铁证如山。但是嘛是叫脱去，法官拢对错啊！共即个地检署要甲起诉了，更厉害太天啦！前一天无要宣布，后一天无要宣布，多更厉害太天啊！多甲迄个新闻呢淡化到上低的所在，实在用真是多差不多去报迄个八卦杂志的比报马英九较济啦。来，即摆先甲进一个广告吼，等者马上倒来现场，嘛听咱的用真是多意见。哦，对着马英九这案吼，告发你了，吼、哦，你有法度期待无？啊，那无法度期待，啊，这毋是的虚晃一招。啊，起诉啊！哦，这个地检署讲我甲起诉啊，有交代啊，我甲起诉啊呢。啊，最后告发你，啊，最后无代志，安尼人有起诉甲无起诉有啥物差别啊？来，啊，个法务部长邱泰山部长，即摆讲因为这个过程内底争议太大，包括。脚踏阿比总统的脚踏太贴，包括边缘要滴血的吼，这个非常消极的这种的态度，所以讲换掉，讲要换新的人来做。但是区部长是部长无做，即卖高雄总统府对立小英总统身躯边做副秘书长呢，秘书长是单局，秘书长是咱的这个花马市长，啊副秘书长变古泰山，用真是在这个画面上起来嘛怪怪呢。啊，你讲的法务部长做了无好，搞换起来。结果怎啊？搁高升去总统府，对你蔡总统边啊，搁较直接，安尼敢有道理？用真是大吼，唔知大家看法如何？来，先进一个工商，马上搁等来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而这个广告的时间之中，要特别甲大家来介绍这个 Q10 甲咱的地基精。Q10 是咱的身体内底帮助这个细胞产生着能量、增强气力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爱特别注意的是，讲你年岁愈来愈大的时阵，咱体内来制作 Q10 的功能会愈来愈慢 ，Q10 会愈来愈少。到50岁的时阵，差不多剩50%。而且因为环境的污染，也是讲毒素，也是讲食薰这种的因素来造成 Q10 的减少，所以补充 Q10 非常重要。别行卖讲，你伫市面上看到真侪女性朋友的保养品，抹面的啦、抹身躯的，拢会特别添加着 Q10 这个成分，这就是 Q10 的价值。你国外是大家抢甲无货哦，所以咱的正型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独家添加着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特别照着卫生部每一天建议补充的分量去制作，一罐吃两个月只要2800元。啊，佮有地基精，大家拢知影。无论是破病开刀了要复原啦，妇女坐月来，老大人要顾元气，小朋友即个成长期吼啊需要着营养，地基精拢是恢复你的体力、补充元气上好的选择。咱的新鲜地基精是真真正正用几只鸡仔落去滴。经过着高压高温的杀菌以后，用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会当常温来保存，未变质。佮经过着 SGS 的检验，有17种丰富的氨基酸、零脂肪、零胆固醇、无加糖、低钠佮低热量，
好，咱的乡亲是大里面，特地点七八点钟，就会当食到天然佮健康的地瓜精。天气冷的时阵，温炉烧更加好啉。新鲜地瓜精一盒30包，5400块，起来送礼嘛是足大班，非常的澎湃。另外，咱佫有三项产品：正成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澳的挪威来进口的，这是高单位深海鱼油。一罐2个月份2200块，和平牛樟子甲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有国家级的品质甲保障，一罐3500块，补充钙质的钙滴加，用上好的柠檬酸钙制作，佮添加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维生素 D 甲胶原蛋白，独家的配方，一罐120粒是1200块。以上五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推荐予大家。即卖来注文 Q 10深海鱼油甲牛樟子，佮送你一点的点数，满6点加送你一罐。请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多谢。非常感恩，非常多谢吼，以及咱即卖看脸书吼直播的遮个好朋友。希望大家会当即个做伙来参与吼，嘛帮忙咱的节目去到分享到宣传吼。来，即卖口音电话开放中，0776180075，8018，即、这个吼，是咱的即个工商服务专线啦吼。0776180018吼，8018。来，即、这个内阁要改组，内阁改组吼，内阁改组。哦，啊有点名像内政部、法务部、教育部、交通部吼，啊，这个拢要来改组。永进时代对这个内阁改组，大家啊，感觉这个吼、哦、有信心，看法如何啦？啊，因为这个蔡总统也是赖院长吼、哦，啊，这个执政的民调满意度当然1、2、2差不多啊，这个你讲20几、30这边吼、哦，啊，说1、2不阿多。较有效，甲伊即个扭起来吼，提升起来，提振起来。所以我相信讲，你啊，小英总统软硬调，心内啊淡薄会紧张吼，所以希望讲透过内阁的改组来改变即个现象，对着一寡争议较大、大家较无满意的即个部的首长做一寡调整。因为软硬调就任也袂差一档吼，啊赖院长吼赖神是差一档嘛，吼爱一开始这边管吼差。10%一种的病，啊，即卖下了，甚至是即个黄金交叉、死亡交叉吼，是不满意度个超过伊个满意度。所以一开始伊当时容易调来做个，哦，咱即个观察政治咧看，感觉讲啊，这嘛怪怪，哦，行政院长换人，哦，多啊，院长、副院长加即个吼啊，发言人换人，俩村咧拢共款，意思是讲，规个内阁是拢无叮当啦，啊，所以有人咧笑讲，赖院长，但是林内阁啊，林内阁就是林全的内阁啦。林全院长虽然离开，但是伊的这些阁员拢无换，多换一个赖清德尔。用真是多呐，安尼要哪做代志？那讲这个人事权，行政院长无法度主导吼，是不是得爱总统府吼、哦？是爱总统家来爱定头？实在安尼嘛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呢吼。赖院长要哪发挥？我相信赖院长有伊真侪想要做诶，但是你第一爱互伊用人啊，吼你若无互伊用人，也是讲一部分诶部分爱互院长会当用伊希望来发挥诶人选，亲像即回传出讲教部长是赖清德院长亲自来问即个立法委员管碧林吼，咱大家叫管妈吼，确实也真优秀，吼啊你即回即高雄市长初选。哦，当然，这个无过关系，咱的基迈委员来出选。但是，这竞争者大家拢介优秀。啊，当期啊，伫教育委员会，吼、哦、啊，这个做过民意代表、立委啊啊，经过着政务官，有哪拢有历练过？吼、哦，伫地方政府有哪做过局处长，有政务官的历练。做教部长，毋是讲伊等下大学教授啦，毋是讲伊等下大学的校长呢。好的大学校长，无一定是好的教育部长啦。你看。过去最上优秀的，用真是多，我唔知道你的看法。在我咧看是杜正成部长，杜正胜，2004到2008。杜正成部长是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是伊嘛无做过大学的校长呢。
伊嘛不是校长出身的呀、啊。上公一定落爱校长，才会当做教部长啊。这种的想法，我恐惊，我认为讲恐惊有问题吧。啊，过去表演好的杜振胜嘛不是校长啊，啊嘛把校长咧做的啊，都多数拢嘛遐校长咧做，啊结果遐大学校长啦来做这个部长，有表演较好吗？用真是大。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啊！你讲这个赖清德院长亲自问这个管碧林的位，初步是大家拢有共识哦。所以你看，迄新闻话嘛报出来，结果尾啊两公后，怎啊讲个申辩啦？讲因为啊，高层有其他的想法，有考虑到讲，那教部长由着这个哦，咱民进党立法委员来做，是不是政治性相关？啊，教部长拿以管碧林来做，管妈来做。管妈伊个选区哦，落高雄市湾的这个基丁、高山盐埕，接着爱啊三民西、三民区的这个西平这边哦，讲到爱补选啊，补选的时阵惊讲伊个拔管的议题去用讲啊，所以就惊安怎？玉真是大，我的想法多得病呢。拔管的议题要讲，大家来讲个清楚啊。管中民这种的这个角色，管中民这种这所的会当来做。大学的校长，台校长，讲出来袂透过落去吧？伫中国，伊遐咧违法咧兼课，做中国统治的机制的，这个做伊个财团的门神的看门狗的，啊，这种的，一边领财团独董的高薪，搁要来选校长，啊，搁无要申报，搁无要揭露，去予人踢爆了，甲被逼来承认，这种的品德啦。这种品德的人，我先卖讲伊一些人才是大中国主义的啦，凭这点我就袂接受啦。啊，这种一中的这个校长要来做咱台校长，你会当接受吗？国台办所背书的，北京所认可的，亲像连战啦、连胜文这种的中国代理人的这种的角色，要来做台校长，这有啥物袂当哩？伫物业剥削内底，民进党、国民党对下来对决来攻击。对家的这个会当讲是理亏啊，对家的讲输人啊，搁辩论这咱嘛袂辩输人吧，用真是大。所以讲啊，因为管妈袂当做部长，是因为这个啊，那补选的安怎把管的议题，我想无呢？我想来想去，是不是派系问题啊？我想来想去，是不是啊？这种的啊，我那是这种的思想吼，资源的互相吼，啊，你这里安尼哦。差不多拔河的问题是不是安尼啊？这到底有这个问题呢？部长是政务官，用真是大；内阁是责任政治，部长是政务官呢？你看这个欧美国家做国防部长的是文人，不是军人呢？做外交部长嘛，不一定是职业的外交官呢。只要外交职业的外交官是一个好的代表大使。不一定是好的，这个外交部长呢，部长是政治任命的，是政务官，随时为着政策上台落台，那是种稀松平常、日常的代志。对着咱这个无得个，你讲这个欧美个首相、咱行政院长，随时是有可能是爱为着政策负责任的，爱为着政策辩护，爱为着执政党的利益在辩护的，用真是大，有政治性有啥物唔对？上讲教部长就一定要做校长啊，就一定要做教师、做教授啊。只要你对着教育的政策，你有相当的掌握甲了解的准，你有法度来为着这个咱执政的价值目标来改这个设定目标来执行来发挥的时阵，想到袂当做教育部长，有规定讲啊，一定要律师甲法官才当做法务部长吗？有规定讲就一定要。这个要做啊，工程的专家才会当做交通部长啊，啊是讲一定要爱这个啊会计师也好，啊是这种的啊，要爱读财经的才会当做经济部长，啊是讲财政部长，这种的观念要改变呢。你看美国国防部长过去嘛有迄种的企业的 CEO 去做呢，因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实在上庞大嘛，所以派一个这种的企业的 CEO 去做。要来对着乌省，要来改做调整，要把这个五角大厦给瘦身，要对着美国的军队、美军的管理，要用现代化的管理，
用这种的企业管理的观念甲放入去，迄、那个部长嘛做甲下下叫呢。所以讲，公部长一定要军人哦。公部长派一个管理的专家、无神的专家嘛做甲下下叫呢，这比国拢有钱的呀。所以你若讲内阁的改组，我要讲的是讲，赖院长的亲自去讲约询、征询，代表讲这不是讲啊，无考虑过、无参详过的代志。结果征询了，当当院长问对方意愿了，结果回来讲叫用打回票。用真是多啊！那安尼院长要哪做啦？那安尼的时阵，你这个赖院长啦、林内阁啦，是讲赖院长的变蔡内阁。啊，是讲赖院长变做某一个派的，有人讲新潮流的这个内阁，那安尼这个赖神实在是巧妇无米，难为无米之炊啦，无法度发挥啦。真正是讲老难难啦。哦，李大为啦，你讲这个这吼、哦，冯世宽这老难难啦，张小月吼、哦，啊，这拢差不多国民党老了在政务官，用真是大力派这人，你是要哪做代志的？啊，即卖好啊，即卖讲要换。我讲，太清一小点名，佮拢无派系啦，拢是无派相关的啊，是啊，就袂话，那是这个赖院长，林内阁啊，就叫袂佮臭头啊。赖院长，你若变是有这派系内阁啊，是赖院长变的是爱啊，这个是不是的？小英总统爱弹头，叫我都派这个部长。用真是多，那安尼这个改组对着咱讲内阁的民调，还是讲内阁好这个？哎，当回应到民意的期待跟需求的时阵，我相信这个距离是愈久愈远哦，愈久愈远哦。你唔是你即卖佮做民调，内阁改组本来是希望讲这是一个啊利多，是一个强心针，有法度安尼无？来，咱即卖先进一个工商，等一下等来赶快可能电话开放中。哦，对着这个内阁的改组，对着马英九被起诉吼，大家相信是大吼，咱的看法如何？啊，再听大家意见，多谢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广告的时间之中，同款要来推荐实在个安心的优良产品：正成 Q10、正成深海鱼油、新鲜地瓜精、和平牛樟脂，加补充钙质的钙滴加。今仔日要特别甲大家介绍是深海鱼油。深海鱼油是用深海鱼去提炼去制作，甲一般的鱼油无同款，营养价值更加高。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 真侪咱的时代拢有咧食这味，啊，而且阁拜托朋友出国爱炸回来，因为对着深海鱼的挑选，海水的水质真重要，清气的海水会当避免着咱的原料受到环境污染，所以咱的正成深海鱼油原料是特别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挪威是已经到迄个北极北极圈，所以海水的水质上好，是欧洲生活水准上高的国家。所来做的深海鱼油是安心，佮有保障，无违国。要食到品质上好的深海鱼油，以后免佮出国去买，盘甲同款款。正成深海鱼油一罐食两个月，2200块。佮来是咱的补充钙质第一选择，钙滴加。钙就是钙质的钙，滴加就是维生素 D 的意思。对这个钙质的补充分几啊种，依照吸收率来讲，上好吸收是柠檬酸钙，再来则是乳酸钙、葡萄酸钙，最后是碳酸钙。咱是用上好的柠檬酸钙来制作。这罐钙滴加不是一般补充钙质的产品尔，伊个专工添加足侪特别的成分。亲像这味是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啊，佮有维生素 D 佮胶原蛋白，会当增加人体对钙质的吸收，帮助骨骼佮喙齿的成长，予咱的听众朋友对骨头的补充佮保养有上全面的照顾。独家研发的钙滴加一罐是120粒，佮黄金只要1200块，大人囡仔拢合用，会当用吞的，嘛会当用煲的。推荐给大家。另外三项产品也要介绍乡亲，正成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一罐吃两个月只要2800块。和平牛樟脂是跟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有国家级的品质和保障的牛樟脂，一罐是3500块。新鲜地鸡精用几只鸡仔落去滴，啉会到传统的口味，健康又好啉。
一盒30包5400块。即卖来自文丘腾、深海鱼油甲牛樟子，佮送你一点的点数，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请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恩努力，多谢。来，多谢咱的空中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吼。来，咱即摆甲看一下吼，伫七个三中案的部分吼，检察官是讲建请重判啦吼，建请重判。起诉书是写甲不止啊重哦，但是我家己读法律的吼，你即个起诉书是检察官起诉啦，案件告法院了吼，是法官咧决定，毋是检察官咧决定。你今仔日甚至讲电管甲讲啊，求处无期徒刑，要去多刑，法官嘛现在甲判无罪呢。所以这个是两件代志啦吼。你讲啊，伊害国民党啊损失吼超72亿，听众朋友啊，这个嘛无代表法官一定认同你这个台北地检署你的看法咯。吼啊，而且除了三中案以外，我相信三中案这个也足清楚，咱毋免阁重复阁讲。好、哦，就是简单讲，就是马英九做主席，伊是贱卖党产啦。哦，伊根本就是党，即撮奇怪代志。你今仔哪，譬如讲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你公司的资产要卖，你是卖当公司卖愈悬愈好嘛？因为卖愈悬，你替公司赚钱嘛？你阁比行情较悬，比市价较悬，他有啥物唔好？啊，他有人讲雕工要卖迄、那个，比市价低足济，贱卖出去，只有一种可能嘛，合理的怀疑啊。你卖出去了，是不是你有其他的利益？吼、哦，对方当然中华裔啊！哦，我会当用低于行情，吼、哦，比市场行情较低，摕到中共，摕到中西，摕到中亚，我当然是非常欢喜啊！啊，所以是不是安尼？我着大红包爱包你哦！我是不是爱一个回馈机制啊？就像咱讲的地保迄、那个、迄块地，人即个建商是90亿付90亿呢，结果当中才摕到60亿呢，啊，其他30亿走去对。哦，我免讲，大家知影，你得去看一栋董主席上了知。所以马英九对这是做热衷呢。迄当时伊是搁做市长的时阵，是甲遮个人拢叫去市长办公室咧敲遮东山的代志呢。叫最后是伊拍板定案嘛，是做最后的这个指示甲决策。大家伫遐咧，这个意见无同咧，搞不定的时阵是马英九出来吼，是拍板定案的。啊，所以讲起诉伊，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啊。哦，但是咱较烦恼的是讲，啊，最后较烦恼哦，如何结果会安怎，我唔知呀。好、哦，啊，而且你讲这件了，其实比三中案佫较大条，佫有。你这个富邦吃台北银行这個，马英九这嘛是等于贱卖市产呐、啊，唔是他贱卖党产哦。这个台北银行是台北市的金鸡母哦，马英九是贱卖市产哦，伊用市场的这个管理去贱卖市产。啊，哥，你想日升升？人捷运站这代志，啊，佮上严重的大巨蛋这，台北市政府干嘛了损失？人业者当赚1000亿，结果伊讲免收权利金，这个金额比72亿较济吧？你等于是图利远雄1000亿的新台票呢？你看马英九，我合理的怀疑啦，哪讲会当摕到回馈啦？迄天文数字啦，天文数字啦，啊，这干免办？你讲这件案件是拖12冬呢？拖12冬，今仔讲起诉，佮经历风台天呐、啊。啊，你讲其他只个案呐、啊，若要搬砸的拢搬出来啊啦，若要搬哦，遐证据哦拢做清楚啊啦。唔是讲即摆检察官较厉害，以前较无厉害啦。拢嘛是咧看政治的迄个风，看政治的迄个风安怎吹尔啦，政治风向啦。若讲即个讲一个意见，即个研判，证据够对，办较对。啊，冠台是啥物？即个马英九人中国关系咧偌好安怎？啊，是讲即、這个啊，伊的即个讲个这下任总统的问题，不管政府搞对办搞对，用真是短面单加紧啊真。哦，所以即个就是讲，无得个小英总统就台湾讲，讲袂较轻松，袂较安怎？轻松是讲你是无合理的违法的。哦，小讲马英九对阿扁总统这硬、個、要讲拗的。有莫须有的罪名，所以叫轻省盗经。其他那是看证据咧办，确实违法的，证据够对，你就甲办较对，啊，这太叫做轻省。哦，所以小英总统吼、哦，啊，这其实免顾虑这個。
蔡总统免顾虑济吼。来，今仔咱这个单元吹自由的风，听台湾歌吼，特别是咱住伫啊嘉义市吼，咱的老先生吼，住嘉义市，咱的听众是听咱的指南电台吼，啊，这个吼啊 FM 106.5，伊要来点这首是《相信台湾》哦，这是2004二零零四年总统大选要连任的这个主题歌、选举歌。相信台湾，吼！希望咱全国的听众拢做伙会当啊来这个对着未来，咱有愿望有相信。好，但相信台湾，无法度相信咱台湾的司法，无法度相信咱的这个法官啊，对咱的内阁若要改组，要有老百姓当相信，吼，更加嘛爱去加把劲。吼，那同款你无爱放权给赖院长，无爱给用这好的人才，共教部长都无法度决定。安尼时阵，你讲要相信内阁，相信这个啊赖院长、蔡总统，实在有哪个有加长的路爱行？来，咱来欣赏这首歌曲吼，多谢你。
来，多谢咱啊，听众朋友哈，这条相信台湾哦，自控控诉你啊，这个哈，咱总统大选哈啊，变总统的竞选主题歌啊，是咱嘉义区的老先生哈，所来点歌。来，最后一波的工商服务，咱甲听一下。那有欠用，麻烦你联络咱的这个厂商平台专线，0776180705761875哦。多谢咱的听众朋友哦，大家出钱出力，共同收听，谢谢。现在是广告的时间，感谢所有准时收听的乡亲时段。不一通卡电话，即摆咱0776180705服务专线的电话，拢予地中的心肝头非常的温暖。虽然咱的成绩也毋是真理想，但是我会加强拍拼。好，咱的节目每一天拢会当继续放送，就是吼支持台湾的声音，平反陈总统的力量会当继续来壮大。弟兄知影真侪乡亲时代无气焰，拢甲我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孙啊，安尼来疼惜。弟兄嘛是甲咱侪侪长辈当作是家己的时代共款，咱家己厝内食啥物，弟兄共款推荐啥物。包括咱的正型 Q 腾、深海鱼油、和平牛酱汁、新鲜地瓜精，以及着钙低钾这五种的产品，咱家己的厝内嘛拢有食，效果无同款，是特别挑选现代人比较较欠缺的部分去做研发，会当照着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甲需要来做补充，就是希望咱的乡亲时代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勇健、健康加百字。Q10 是英文名，是咱身体内底一种关键的元素。但是年岁愈大的时阵，体内 Q10 会愈来愈少，所以就要特别注意甲补充。而且咱的正型 Q10 的原料是特别对专门来做 Q10 的日本进口，佮添加会当增加皮肤佮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 一罐食两个月只要2800元。正型高单位深海鱼油原料嘛是特别挑选，对全世界水质上清气。唔免烦恼受到污染的北欧的挪威来进口，是高单位的深海鱼油，唔是普通的鱼油，有丰富的 EPA 加 DHA， 一罐是2200元。正港是台湾的宝，台湾才有生产，外国人有钱嘛买袂到的和平牛樟脂，是真真正正用牛樟脂的基石体，规大粒的牛樟脂来提炼制作，加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会当讲是国家级、总统级的好产品，一盒只要3500元。第四样是咱的新鲜地鸡精，唔是一般玻璃干那装的一种鸡精，是真正用规只鸡啊落去滴的地鸡精，有阿妈的口味，佮会当补充元气。健康更好啉，一盒30包5400元。最后是咱的钙滴加，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佮加上会当调整胃肠功能，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会当增加你的钙质吸收，帮助你的骨骼生长的维生素 D， 啊，佮有胶原蛋白，对钙质的补充是真有效。一罐120粒，加运金只要1200元。以上五项的产品，因为广告时间有限，无法度详细介绍。若有需要，卡咱的服务专线0776180705，0776180705。感恩，多谢。多谢咱的用心时段吼，啊，最后剩差30秒的时间。好，今仔即个风台天啦，吼，当然即个风雨可能唔是哈哩严重啦，这是好代志，吼，对着台湾的影响减轻。吼，啊，若是讲咱一寡哩出门，当然嘛要注意安全。吼，啊，若讲有一寡区域，吼，啊，即个受到风台所影响的，嘛利用即个时间，小块来啊，即个清理，吼，清理家园这一块善后。回到风台家的问题嘛，是乎你一寡吼，啊，即个会当善后的时间。哦，啊，咱嘛希望讲这个规矩都甲制度化，哦，将法律定个清楚，规定定个清楚，哦，还是讲你的规矩留予劳资，哦，这个雇主甲员工家己阿手臂去处理，安尼当减少着这种因为风台架所引起的问题。来，今仔讲到这，做一个收束，后回空中再会，感恩罗兰，谢谢。
那海鹰永远是心坎里。已经走到21世纪，敢讲乌云也袂当变成雨。时代已经将要飞起来，不通点点乎人偏在。少年台湾新的方向，西向未来咱的愿望。少年台湾新的方向，西向未来好的愿望。黑色的都市，黑色的都市，日头找无坐多久，已经走到21世纪，敢讲乌云也袂当变成雨。时代已经强要飞起来，不通点点乎人偏在。少年台湾新的方向，西向未来咱的愿望。少年台湾新的方向，西向未来好的愿望。坚心的期待，坚心的期待，有梦在心内。世界。